今日新竹县警察局新埔分局的统计，新埔的关系两只群65岁下加人口，发生死亡交通事故将火气毒事故的死伤，为了保护两群人的重路安全，新埔分局当局规划辅路交通安全专栏，同时了执法家合作设计交通安全标识牌，提醒驾驶人注意，希望降低交通事故。听听乐器的伴奏，安道老人家用亮亮的歌声来对唱山歌，大家都真蛮欢喜。不过，照新埔分局的分析，一方面新埔和个关系天气，古年仔交通事故的类型，系出只韩国态度，本查被速度按用的情形最多。再过来系其眼睛同查被相处，所以新埔分局就设计个规定年下个标识牌，希望提醒用路人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请了我们的明插画家米豆老师帮我们绘制的一个算是一个 logo 形象的 logo， 让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进入关西还有新埔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我们这边是个长寿乡，注意到老人行的安全。除了在规定年下版本的票丝牌，新埔分局和因的反光标志发布民众，希望视察的人民和个行路的人本来清楚道路的交通情形。应该冲了看到了街路吼，非常多老人家行来行去，吼、哦，一路过大路去了后，希望讲视察的人也好，老人家也好，看到能够来来注意到了安全。本列到时下人也好，按路应该行路也好，能够平平安安。因为现在年轻人骑车都没有在看路啊，贴这个很有效果，这个对别人对老人家也好，对一些年轻人都好。为了加强用路人的印象，新埔分局和同天星业者合作，所以民众视察尾入到新埔和家关系天气，就会随机及时发警示。提醒民众视察尾也系其眼睛都会过生意条尾，希望是得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下个新闻，我们要先做报道。